晴晴融不到一块是吧？啊？那个晴晴。那你的意思呀？你打击压力，那个给你压力量还是比较那个一点。啊。我不管你是跟人不是我打击压力。我为什么你打击？你们怎么三个都不在一块呢？啊？怎么三个不在一块呢？但是我从来不到你们家吃饭呀，这吃饭大点不到哪家吃饭？哪？我们俩账算的多清，你不知道我从我大姐手拿二百斤当时我也是，我拿了。为什么？我们俩去拿一千五百，拿来不要。行，我得赶紧帮着这个人说。明天给他弄墨。